哥哥再忍耐一下，七月底了。我要再忍耐一下，然后七月底，赶快来，赶快进来。我是公万列车长的110年6月28号，北方站刘伟芳站哦。22点22分，出发就是。幺七零二四，幺七零三零四七，哎，我看，47、44啊，九平线看好十分的两节地下室原来才有个冲，以及41次，九一阳线该哦，树林的15057元的，在瑞芳站关闭车门，他今天不用代替，因为445晚了，7、8分段，所以就不用来补，那应该蛮久。说地震啊，哥哥！说地震的关系啊。是21次精油。没关系，那我锁定了烟油哦，05圈哦，在瑞芳站哦，那是。刚刚这就拿了2000000。